行政會議成員、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話：新一屆政府嘅作風同以往唔同，官員更加主動積極，有清晰目標。個作風都唔同，因為咧，唔係只係特首或者行政長官一個人，而係成個政府嘅官員咧，因為喺行政長官嘅嗰、那個即係講得好清楚嘅嗰、那個，即係應該係乜嘢嘅作風、咩嘅態度、乜嘢嘅目標。的情況之下呢，其實各級官員呢，那個主動性都強了很多的。啊，這個我們大家都可以看到。那當然我 都希望這個不是一個短的現象，應該繼續都會是這樣的。就是說你見到即不同的司局長呢，其實都很積極呢，是去出去就著他們自己負責的一些政策範圍呢，是出去外面考察，去參加一些活動，出去同一些持份者去傾。我相信仍然每一個政策範圍都有爭議的話，仍然都有一番角力的。我們大家看著。